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国务院台办的新闻发布会。各位亲爱的台湾乡亲、士大、兄弟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我是陈冰华，现任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副局长。今天的发布会由我来主持。在到台办工作前，我有20多年的媒体工作经历，也曾多年在台湾驻点采访，与在座的一些朋友啊，记者朋友都是老朋友，希望今后能在发言人的岗位上与大家共同努力，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了解和理解。